是余泽言。今天等你们很高兴。非常不好意思，让各位久等了。自己最用心跟其他艺人粉丝见面会最大的差异之处是哪里呢？네가장큰차이점은제가있고요예어짜이하고요가능하다면오늘세군데중에하나를찾아가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어딘지안알려줄거예요不能一起去不能一起去你们追不上你们追不上那当然呢，因为大家知道啊，其实余泽言喜欢慢跑，而且跑步的速度呢，大家都追不上。不过呢，台湾的粉丝不知道这次有没有机会，如果有可以骑着 U bike 骑脚踏车啊，或者是摩托车来追逐你这个跑步的画面，不知道这次有没有这个机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글쎄요뭐자전거나뭐오토바이나타고따라오시면볼수있겠죠근데제가저번에이제스트워크때문에대만타이페이왔었을때에뛰고있는저를사진찍으신분들이몇분이계시긴하더라고요근데그분들도어쨌든오토바이타고타신분들도계셨던것같고근데굳이저를따라오시냐고그냥보고인사하고갔어요那当然呢，知道你非常喜欢慢跑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呢，主办单位呢也特别要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我们不妨就请工作人员来帮忙递上一下。哦，这个呢就是慢跑鞋。谢谢，谢谢。希望能够这次呢来到台北，如果时间够允许的话呢，也可以穿着这个新鞋来运动一下。哎，알겠습니다네완창네완완완창네완창완창예열심히뛰어볼게요谢谢，谢谢，谢谢。对，让大家抢先看一下，里面是真的有鞋子了哈。哦，有时候这个慢跑鞋让大家看一下，马上看一下 size 对不对？네오늘밤에열심히잘신고뛰어볼게요其实呢台北呢有一些很棒的跑步的景点要推荐给你如果穿了这双新鞋以后当然跑步的景点要来告诉一下我们玉泽言有哪些不错的地方可以来看一下当然呢首先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安森林公园它的那个其实呢周围的跑一圈其实也是蛮花体力的而且呢那边的景色呢非常的优美那如果呢你往北走的话有个大家河滨公园这边呢也是非常棒的有一个视野像是松山机场还可以看到飞机的起降还有这个福和的河滨公园呢也是一个很多人选择跑步的地方所以呢也可以推荐你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到这地方去踩一点一下下对가능하다면오늘세군데중에하나를찾아가보도록하겠습니다어딘지안알려줄거예요不能一起去不能一起去你们追不上你们追不上首尔场时呢表演了这个 Harbin 时呢有这个扯衬衫晒腹肌的动作那时隔多年在舞台上重现这一段会不会觉得很害羞然后事前是不是也要特别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呢네우선뭐쑥스럽진않았고요사실이퍼포먼스라는것을할때는특별하게뭐부끄럽다고생각하진않는것같아요워낙무대위에서의펼친퍼포먼스자체도이제연기의한부분이기도하고그리고워낙이제팬분들께서워낙좋아해주셨던퍼포먼스중에하나여서그렇게선택을한거고요특별하게준비를그걸위해서했다라기보다는좀건강을위해서많이운동을하다보니까준비가돼있었던것같습니다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熊秀，我是陈美宏。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我们是号角响起，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